在京东位于上海的这个全流程无人物流中心中，可以看到哈，我身边的这些可爱的分拣机器人正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分拣到他们客户所在的站点当中去。他们非常的聪明，通过识别地上的二维码能够准确的读出自己的路径，绝对不会走错。别看他们个子好像不大，可是他们每秒的运行速度能够达到3米，300个这样的分拣小红人一天就能够处理20万件以上的包裹。而在这个全流程的无人舱中，聪明的不仅仅是他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是如何进行身份识别的呢？在这个无人工厂里，他们为每一台抓取机器人都配备了这样一双眼睛，通过二维扫描识别包裹的二维码，再通过三维扫描识别包裹的形状和大小，方便之后的抓取机器人进行准确的抓取和。